由这个工厂来做，是不是又把这个工厂救活了？而且这个工厂生产的还是什么呀？绿色的，对吧？我们给它认证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大的产业链，一个项目引起一堆的产业链，包括你用我们的这个绿色认证盖的楼房，盖的高速公路，是不是都叫绿色高速公路吧？因为它不生锈嘛。